咋？今天你帮我看弟弟了哦。哎呀，你放心的去吧，一切有我呢。今天过一下年。什么时候喂奶？你是喂多少？什么温度？什么时候换尿片？怎么换？手工换啊？有老公换吗？没有就算了。老板，辛苦了，老板。抱两下，手酸了，让他睡进去。你别动。喂，喂，你自己睡着了，哄娃呀？带娃，轻松。别哭，是一滴的头嘞，当然就不大嘞，等一下，抬起来呀，他喝不到，怎么喝不到？他不会吸吗？哦，他姑啥都不会，姑姑笨哦。妈妈，打电话给妈妈回来。行，你不是说小意思吗？终于不哭嘞，哭了。没，继续，你整天的，我现在才喝了一次奶，还有的你熬的，我跟你讲。所以说当妈，很伟大呀，是不是？